网红酒店 New Bali， 家里面有酒好喝。没有穿衣服、哦，抱着一个宝丽龙到处游。最好不要在这边买海鲜，你们看，只要一个人买，整堆围过来抢着要卖，跑不掉了咯。上好岸，然后我们先目我们今晚吃的餐厅，说今天就在这个渔港 try 一下，看好不好吃，都是网上介绍的啦。对啊，我们现在休息好了，然后要先去找一下 ATM 按钱，身上的 cash 带不够了，顺便拍给你们看这个圣伯纳镇上面有什么啦。我们住的酒店啦 ，West Hotel， 然后这边附近就有几排店，蛮热闹。下来这边好多人一下，然后前面那边就是码头了，然后这边有 Guardian， 然后还有这种卖电话 casing 啊。Power Bank 啊，插着的店，还有卖衣服店也是有。哇，整个仙本那、啊、这边附近一个 ATM 都没有，所以你们还是尽量带多点 cash 来啦。所以这一条街呢，你整条都是海鲜楼，到后面去，所以你们不用怕没有好吃啊，坐在这边附近。然后我们的hotel就在这边后面里。看一下沙巴的戏还没有多大，看一下，哇老喂，我的手指，看一下戏还没有那么大个，然后其他肉有多大，看一下，哇这么大个戏还没有，对吧？哈哈，辣辣香香到。好吃的新鲜，哇！你看老虎夹，哦 ，ATM 没有找到，好彩有老板。现在我们要去逛一下这个网红酒店 New Bali， 家里面有酒好喝，去看一下，刚好在我们的hotel附近。很 chill， 这边还有可以打呼，然后有酒吧，很漂亮一下。The next day， 早安各位，今天是我们在圣伯纳的第四天，然后我发现到圣伯纳这边6点就已经很亮了，那天，然后现在差不多接近8点左右这样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太夸张了！我们现在到码头这边等船，要去爬山。其中一个等要爬山了，然后上面的 view 很美很美。给你们一个 tip， 如果你们有来圣伯纳，然后出海的，建议你们尽量坐在左手边。我坐几天了，左手边都是没有晒到太阳哎，坐右手边就完蛋了。呀，今天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岛，然后也是我们要爬山的岛了。这是我们的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爬的山。哇，这里也是好多人呢。Jam Max， 你们所谓看到这个山是有两条路线，一个是青色，一个是红色。我们先上的路线是这个青色，下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这个。700米的山。真的好累啊，头已经满身大汗了，差不多到了 ，Yes。
终于到路。哦呀，好漂亮，这边真的很漂亮，哇啦，这个太多了呢 ，Oh my god。看猴子，我拿到猴子。下山路，我们要去下一个目的地是去浮潜。哦耶，去摆上，去摆下，我们终于到了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餐了。那我们在这边马达湾岛吃午餐，然后等下也是在这边浮潜。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午餐。现在到了这个西部湾岛，我们会在这边弄个灵。哦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八妖族，没有穿衣服，抱着一个宝丽龙到处游。大家看到那些卖海鲜的啊，所以你从码头一上来，你就看到他们呢有很多，他们卖海鲜很便宜。但是我看到这边有蛮多那些海鲜店啊，他们都不收加工啊，好像这样哦。他们的意思就是你自己带东西来，然后他们加工，他们不收啊。然后就算有收的话，可能加工费就扎死你一个150、160，你好过在那边叫一只龙虾也是差不多150。今天的跳导游就结束了，说、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 DVD， 我现在要回酒店，放东西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倒回去码头，这 DVD 就很刺激了哦。我们的 driver 来载我们喽。OK。
Hello, brother. Hello. 什么来着？香蕉，大香蕉糕。大香蕉糕。拿去，什么拿去？谢谢你啊。哎，刚好一人一个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Enjoy, enjoy.我玩了上岸的话实在是好玩，真的是爽。我这边居然有 Roti John， 我蛮喜欢吃 Roti John 的。好，刚才这边买海鲜，你们看，只要一个人买，整堆围过来抢着要卖，跑不掉了咯，要买对头，买了整堆围过来。Roti John， 好酷 ，nice！ 哇，各位，在这本那这镇上面已经第三天了啊！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这本那还有发展到这么好的地方，我老哎，有点吓到哎，根本是两边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最近那是 West Hotel 嘛，靠近码头那边。就靠近那些出名的那些海鲜店咯，然后下来那边附近都没有这么新的店，都是那种比较干崩干崩这样子的店。哇哇，还有什么？哇，圣伯纳也是有 tea life 哦。哇，这个好像猫样子嘞。哇，圣伯纳这边有猫嘞。比较看看到没有？这边有猫啊，最后一天是在有猫，原来是有猫啊，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哎，跟我们住那边。KFC 耶 ，Has KFC 耶，我们就是要来这边吃晚餐 ，Sushi House。Welcome。晚餐这边解决 ，OK 吗，老板 ？Let's go。The next day， 今天是我们在圣伯纳的第五天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先去吃在圣伯纳的最后一个早餐。这圣伯纳的早餐、也很少选择，所以我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。首先，我们现在只吃到一间的张全记，然后也没有看到什么好吃的。决定吃这个啦，圣伯纳 hot soto 热热 soto，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。还不错吃，好像我们附近的辣沙，那沙不是辣的，它也是要有鸡丝，然后有鸡蛋，然后是米粉的，像鸡汤这样子的，好吃。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又是时候要 say goodbye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来分享我们这个五天四夜的 圣伯纳 trip。我们这个 package 还是跟 T Travel 拿的，然后我觉得是蛮不错的。我本身是不太喜欢跟旅行团的，因为你时间很不自由，你几点要走啊？到这个地方可能只能够半个小时啊，或者什么、啊。我们跟这个 T Travel 买的这个 package， 它是为导游跟你的，好像你自由行，他们就是帮你安排你的行程，安排车、机场接送都有啦 ，hotel 啊、交通啊、出海啊什么，全部帮你安排好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 WhatsApp 他们啊，他们马上就会帮你解决，算是蛮不错的啦。然后他帮我们安排的那个前店，就是出导游跟体验前的那个前店。也是很不错啦，人都非常的 nice。然后老师很帅。哪一个？什么名字？这个教练帅啦，但是应该是没有我帅啦，都蛮不错玩的，人都非常 nice， 然后气氛也是有，这个五天四夜的 trip 都很不错，但是就是有一些岛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了，就多垃圾，我也没有拍出来啦。哦、我们现在收拾差不多了，十二点了，我们要去check out我们的酒店，然后等司机带我们去飞机场就回家。
太巧了、欸。哈哈哈哈。哎，森林，你换老婆了。